好喽，来喽，来喽。OK， 维园也出现啦。对。哎，维园有剪头发的、啊。哎呀，这现在可以剪头发了吗？哎，好像都可以吧。已经可以了。要就是预约。哦，要预约，然后人流控制这样子。哦 ，OK。我受不了。为什么一直在问这个呢？因为我也觉得我也该剪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行。对，我差不多就刚好可以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一支吉普赛之水。吉普赛的水哦。吉普赛的水。好。来，吉普赛之水。吉普赛之水。OK。吉普赛之水，之前有没有玩过？没有，没有。哇、oh, ，你们第一次玩？对，第一次。那我应该赢你们。哦。因为我一开始在进 Gyarado 的时候，我们有从国外采购到他的针管，所以我们有试着玩一下针管。吉普赛之水，它，我觉得它应该是它是比较葡萄柚的料。葡萄柚吗？你们试试看，如果我的记忆没错的话。好，待会你们试了就知道。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这一支。好，来试试看。来，试试看。我摸不到洞。哎，到。哦，你现在知道要用手指了哦。知道今天晚上会喷很多的。我身上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它残留了。是不是？我说的有没有对？柑橘的柚子，闻到柚子皮，有点木质吗？木质，微微的。那让我想到那个 TDC 的南方海湾，真的吗？有点那个氛围啊，营造的。是，我觉得它木质调蛮明确的，木质调蛮明确的，不是，那个柚子柑橘柚子调蛮明确的。来维园说说看，蛮放松的味道。放松哦。觉得是在哪里的海湾？台湾哦。咦，我想想看，我去过哪个海湾？你有去过哪个海湾？那个白沙湾是不是？白沙湾有去过，我都没去过，你要带我去冲浪吗？我蛮有好奇的。你知道一只是水上教练吗？好像有看到，因为他有很多执照都是水上教练。以前都是。什么？水上教练。好。风化没？我觉得蛮好穿的味道哎。而且是不老的那种，就是不老人。什么样的心情会用这一支？我觉得很愉悦啊，愉悦，开心，开心的味道。那你多半的时间是开心的吗？一半一半吧。知道、啊，一半啊，才一半一半，有喜有悲嘛。是哦，你这样子才一半一半哦，我以为你总是 happy 的嘞。啊，对吗？那你觉得我大概是怎么样的？都很嗨 啊，心里看不下去，我就不确定。看起来都很嗨的，很多呀、啊，很多人都玩这样。我大多数时间都还蛮 happy 的，这样还不错、啊。对的 ，happy 要自己找哦，快乐自己找。OK， 我觉得这一支味道确实是。对啊 ，happy 心情愉快，没错。那就算你愉快的时候喷上去，你会更加倍愉快。对，会忍不住喷一整条，喷一整条。对对对。那如果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喷这个，可以把不愉快稍稍的补回来。我觉得一支呢？吉普赛之水，基本上因为这一支它有另外一个翻译叫做《流浪者之歌》嘛。哦。对，因为吉普赛人。这个族群啊，它本来就是一个有点类似的游牧民族的概念。对，对，那它以前，因为我对吉普赛印象比较在属于像是那个中国怪人。哦、oh, okay. ，中国怪人它外面广场那一群就是所谓他们的流浪者，就是吉普赛人。那它是一直被驱赶的对象，对政府驱赶的对象。对，那但是吉普赛。对对对，但是吉普赛人他们表现出来，对外界表现出来的印象是欢乐的。哦、oh, ，OK。
对，就是像他，对对对对，因为他们主要是流浪者嘛，那他们还是要维生，所以他们可能会做一些音乐啊、舞蹈的表演，去让自己就是当流浪，就是流浪艺人、街头艺人那种感觉。对，那他前面的那个柑橘调，我觉得确实就是有那个欢欣，对，很快乐的感觉，对，但是。后面中间啊，你就是深深闻进去之后，我是觉得我会闻到一点点的苦味。是，对，就是感觉是它外表是很快乐，但是你仔细闻进去的时候，它会带一点就是流浪者的悲哀的那个苦在里面。表达真好，哎、欸，我们完全没有蕊过呢，哦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对啊，你看他表达给维园第一次闻嘛，就觉得哎、欸，这是快乐的、愉悦的心情嘛，哦，对，但是故事听下去。一直说这个世上就是流浪者的这个外表让人家看起来是快乐的，对，苦中作乐嘛。但事实上，在更深入一段时间闻进去，它就变成是带有点苦涩味，闻到它的后面的苦涩。是，它但它也不会表现出来，但你就是微微的感受到它那个苦。也蛮适合现代人的。嗯，对啊，哦、对。外表都让人家觉得，哦，我 I'm fine， 就 I'm good 这样子。对，事实上、okay、是，对，事实上，可是可能关起门来，眼泪就立刻掉下来。对对对，表达的相当好，嗯，蛮有意思。对，他们，我相信他们这个民族，因为一直受到不管是政治啦，或者是说这个民族的破坏啦、嗯，所以他们必须要一直被迫一直不断迁徙嘛，对不对？那事实上，犹太人。以色列人比较偏类似这样子，对，所以他们你看他们的民族性跟国家就特别的强。你看在这次面对这个冠状病毒的侵袭，哎，他们就展现了高度的纪律了，没错，的恢复很快。那你看以色列周边国家其实都是他的仇人，没错，那他布下了天网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飞弹这样炸过来700多颗，对，哎，他全部拦截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所以他们是。很多的发展都是从你缺乏的，像他们的淡水、海水淡化系列，对对对，蛮有名，也是非常，而且还可以销售到全世界去。对，所以意思说，当你缺乏什么的时候，你就会从你缺乏的地方站起来，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那当你资源不缺的时候，你都有的时候，那你就自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了。没错，就像说，你看我们今年遇到百年一遇的旱灾嘛，对对对，哦，像这个。日月潭是不是都青蛙全部跑出来？对，真的那个对，日月潭变成那个、欸、永渡日月潭变成那个日月潭走路日月潭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但你看像，像因为我们没有缺水，你是遇到缺的时候，当你再去想说海水淡化，向大自然找方法，就已经为时已晚了。嗯，所以我相信吉普赛人也是有着同样的性格啦。对，他们受这个破坏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他们就是要让你表现他们是强的，是他们是带给你是快乐的，但事实上内心是什么可能有苦说不出，对，哦，有想要有一个稳定的家这样，没错，哦 ，OK， 很舒服。哎，我们在讲香水，怎么讲了那么多这个？哦，关于人生是不是？哦，对，好，延伸故事，延伸故事，来，维园讲一下你的延伸内心故事好了，延伸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？借由这个味道，让你想到了什么？想到什么？人生故事。现在没想法。没想法对。好，以后面对镜头要多一点想法。我私底下问过维园说：“哎，维园，你自己这样子，你是 happy 不 happy 啊？”我看他，因为跟我讲话的时候，他都算还蛮积极正面。嗯。他跟我说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那个。所有都是 happy 的那一面，嗯、对不对？或者说他自己心里也是会觉得说，那也是心里会有很多圈圈叉叉嘛。嗯，对。但我还是不断的鼓励他啦，哦，就是对、啊、真的对、嗯，其实就真的要多看东西啦，嗯，才有办法了解更多。是，那你现在是不是用那个 iPhone？ 听很多文章。对对对，我蛮爱看的，其实。对，嗯，他还教我怎么样用听的比较快，真的、啊，哎呀、啊，因为我自己有时候看眼睛很酸呐、啊，对、啊，我就说，哎、欸，那你教我。他说我用听的，而且用乘以10倍速听。你现在乘以几？乘以几倍速？我现在平均听90啊，因为他有到100，虽然100我可以听得懂，可是我觉得
那个练太快了，所以就觉得有点太急了，然后那还是听慢一点的好了。他都听那个，一般人一定听不懂啊，就觉得奇怪你在干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我习惯了。那你这样阅读量可能比我大。我不一定呢，有机会可以来玩玩看了，就是一段文章看谁读比较快。对对对对对，他教我怎么用 iPhone 听文章，我后来是真的用听，就跟在听 Podcast 一样，是有点类似，有点类似，有点类似。就我就算在骑脚踏车的时候，我就是用一篇文章，我今天听的是哪一篇啊？现在有很多什么电子书什么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有时候想边打电动，你确定听得下书吗？你确定你在听书吗？因为听点轻松的，时候听轻松的题材嘛，对。好。来，所以前调我们先到这边介绍，那待会再我们看他的后调再跟大家介绍。好的，好， okay. 待会见，拜拜。Bye bye. 好，吉普赛的后调。嗯。后调。还闻得到吗？我闻到是微微的贴肤香而已。嗯。那你的那一只手指还有味道吗？几乎快没，几乎快没了。所以它其实持香没有很好哦。嗯。嗯，那我觉得，因为我喷纸上嘛。对。纸上是还闻得到啦。对。但是它的味道就是后调的味道，我觉得该怎么讲呢？有点空旷感。哦。空旷。有点大地的空旷感。哦。嗯。因为吉普赛人一直奔走各地，都在空旷的草地上这样。对，明显蛮多的。也是让我想到了那个，老板有看过《中国怪人》的歌舞剧吗？歌舞剧我没有看过，卡通看过了。卡通其实我有点忘记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同样还原。因为《中国怪人》这部歌舞剧，它其实蛮悲伤的。是。对，它是一个其实算悲伤的片尾，然后它的片尾基本上就是说吉普赛人都被杀光。啊。对，所以就有一点这个，就是剩下空荡的广场的感觉，然后其他味道都没了，只剩下空荡的广场这样。对，就很像吉普赛人已经离开游走这一块地区。哦 ，OK， 什么也没有留下。对，就是被掠夺一空。对，被掠夺。被驱赶，被驱赶，对，所以就被驱赶，就什么都没有留下了，对，所以就跟这支香水一样，最后是什么味道都没有留下。对，就是从一开始的欢乐，然后到后面的空虚，空虚，对，空虚。从欢乐带中段带点苦味哈，然后到后来末段居然是空虚，空无一物的。对。惆怅感真的是你闻不到前面的柑橘的快乐感，闻不到那个苦涩，也都闻不到，是，就是真的是，对，就是如果说我第一次闻到香水是以这个悲剧收场的话，应该就是吉普赛之水这一支，对对对，我们怎么录的这么的真实啊？其实它表现的蛮好的啦，还不错。是，如果他是要以写故事的方式来描述这一支吉普赛之水，那是真的完全的重，蛮到位，好、哦。嗯，肥猫，你想说什么？对，肥猫他现在本来想插进来，没有，我没有想要插进来。肥猫现在他手指头很忙。肥猫在旁边打排位吗？打没有没有，我在打那个打哪一只？打那个荒野乱斗啊！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打排位啊！我没有打排位。荒野乱斗，所以不能吵他。对，我们刚刚找他进来录 CKB， 他就说我现在就是CKB， 我可以啊，我专家哎、欸，哎呦，对，让专家来。OK， 好，那吉普赛之水，你们会给他怎么样的评价？零到十分来分享一下。嗯，以故事跟艺术性来讲，我觉得。还算蛮高的，是，对，至少真的，至少有个八九十分的问题，对，对，但是以石川来讲的话，有点难去界定它，因为它前面其实很轻快，很愉悦、嗯，但是到后面的那个惆怅感有点多，惆怅，是啊，对，所以好像是你看讲的讲。
讲的好，讲的我们前面那么的 happy， 到后来居然这个尾调的再回来补影片的时候，居然这么的惆怅跟落寞这样。对，好、啊，也许去夜店可以用这支啊。好，反正最后就空空的回家了。对对对而且反正你到后面剩酒气，应该闻到这支唱感。哎、欸、，OK， 对，也许可以。是，哎，文远，你会给他几分？我跟一直一样，就前面真的是还蛮有印象，是，就是后面，嗯。就对，后面连我们都已经忘掉说要回来拍尾调了，对对还是我提醒的，忘了这一支，有点荡下来，是，没错 ，OK，、嗯、心情也跟着荡下来的，对，哦，有一点，对，那我觉得如果以就是刚刚一直说的，嗯，以创作感，哦，或者是以这个故事性来讲的话，它分数非常的高，嗯，哦。那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是快乐的结尾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、哦、这就是人生好玩的地方、哦。那只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面对这一件事情，没错。好、哦，那也不一样的角度就有不一样的想法，嗯，那还是一样持续过我们的人生嘛，哦，对 ，OK。那我觉得，如果你是一个香水入门，或者是你是只是想要用香水来、嗯、来就是出门的时候穿的，我觉得这一支你可能会对它有点失望。嗯、以后调来说，因为它很快就被忘掉了。对，好，那一开始是 happy 的，可是慢慢它就不见了。但是如果以、品牌这一支的创作性跟故事性，我觉得它分数非常高的，所以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出发。没错。好 ，OK， 好。嗯，谢谢你喜欢我们今天跟你的分享、嗯、希望我们的前中后调可以对你有所了解，这一支 Byredo 的吉普赛之水。但我补一句，日本客人很爱，因为我的日本客人他买最多的就是这一支。对对对对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是不是他们是不是像他们文青的气息比较重、对，所以可能就比较对他们的那种感受、而且他们可能工作的时候确实需要一点欢乐吧、对啊，最后压力结束之后、他是需要一点那个空虚让自己恢复，蛮符合他们的人魂、对，蛮符合他们的文化、刚刚委员有讲，所以你觉得日本人给你呈现什么样的感觉？压力大，对，压力大，还有压力大，压力很大。我后来才知道日本人说哎、下次来我家，你千万不能真的去他家，那只是客套话，他只是跟你讲，对，就跟台湾人约说，哎、下次吃饭啊是一样的，对，就是上面有下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会去吃啊，对，可是我如果讲说，哎、下次吃饭，我真的要做，我是真的会做到的，我是这样子啦，所以日本人就说，哎、他来我们台湾采购嘛，那后来他说，哎、有机会去我们日本公司参观，就我们真的过去、哦，当时不懂啊，吓到，吓到，对。那后来我也是回台湾之后，这一两年才了解他们的文化，他们并不是真的说希望你真的可以去他家，礼貌的回复。是是是，我们把他看得太认真了，对对对，刚那么认真，是，我们吓到他。对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喜欢吉普赛之水的原因吧？我不晓得。好 ，OK， 谢谢你们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